这件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是想探究古琴定型节点的人一定会光顾的，因为这幅画像砖上的两张琴是琴史上绕不过去的一处实证。在这幅画像砖里出现了两位弹琴的人，一位是竹林七贤代表人物卓然傲世的嵇康，也是对后世古琴有重大影响的嵇康，一位就是春秋时期的寿星老，曾经一言醉孔丘的高士荣启期，他们手中正弹的琴已经呈现琴头、琴颈、琴肩、琴腰以及十三徽，与今天人们熟悉的琴式基本一致，跟后来的琴的形制完全一致的。现在最早的那个图像应该就是那个竹林七贤，就是在南京附近出土的南朝大墓里面画像砖里头啊，那个琴那是没有问题的，跟后来的琴的形制是一类的，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两幅同为南北朝时期的画也可以辅证此时的琴制与后世几乎没有差别，上下两块木板合体全相似，七弦两足十三徽。古琴的考古虽然很多汉代画像砖、弹琴俑可为佐证，但是细究起来，这些画像砖、弹琴俑中的古琴形制式样太过模糊，难以作为实证。那么，从出土实物来看，当下发现的最早的琴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古琴七弦又是什么时候定型的呢？湖北出的这几种，基本上来看的话是，多数都是十弦琴，多数都是十弦琴。像这个九连顿，两张琴，其中一张我们能够肯定是十弦琴，因为它比较完整，最后一幕的是十弦琴，郭家庙的这个最早的春秋早期的这个时候，这个琴这张琴目前我们还没清理出来，就是我想的话，清理出来的话，我们才能知道它最后是几根琴。我们现在知道的最早的七弦琴是战国中期的这个郭店一号墓的，这是最早的七弦琴，但是这个七弦琴是半箱的。由于木材保存不易，能够保存到今天的古代琴器实物十分难得，目前考古发掘所见到的最早的琴类实物集中在湖北、湖南地区，分别为战国时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十弦琴半箱、五弦琴，距今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西汉文帝1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七弦半箱。不过所有这些发现到底是不是古琴的早期形制呢？是不是古琴的前身呢？就像马王堆这些乐器出现之后，就有很多的音乐史家呀，或者琴史家或者古琴家就认为那就是古琴的前身，但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个人认为要谨慎，这个说法要谨慎。你比如现在它里面各种形制还不太一样，也有七弦的，也有五弦的，还有十弦的，那个琴况不一样，琴面还有平不平的问题。所以你比如说最有名像马王堆那个琴，你怎么看？你首先要它怎么演奏，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它琴面是有弧度的，琴面有弧度的，很简单的道理，做没有弧度的比做有弧度的要简单，是吧？你把它弄平了，这是最简单的事情。你要把它弄出一种比较特殊的幅度来，这种就复杂的事情。它肯定有特殊的需要，有特殊需要。那究竟它要干嘛？因为你弄出有弧度来，首先你按音就不行了，就在琴上的你最多的这样一种表现就不行了。那么你只能弹散音。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这个问题都没办法回答。就像很多专家质疑的，目前这些出土琴器，不论十弦还是五弦、七弦，单就形制与今天人们所能够看到传世的唐宋琴器有很大出入，也与史料所载神农上官法于天，下曲法于地所描述的全香琴并不一致，并且长度普遍短小，与史料中的琴长3尺6寸6分，像360日也，广6寸，像六合也的记载也有很大距离。考虑到这些半乡试琴的出土范围，也就是中国南方的湖北和湖南地区，这是古代楚文化的区域。有专家推测，这种半乡试的琴应该是流行于中国古代楚文化范围的一种楚式琴，也有琴史专家将其称为类琴器。那么除了荆襄地区，其他地方就再没有早期琴器出土了吗？这是东耳室，南越王墓的这个七弦琴的琴枕呢，就是出土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东耳室出土文物的情况，其中呢有一套石边磬是在这里。那从里往外数的第六件边磬的旁边呢，就是这个琴枕出土的一个具体位置了。1983年，广州考古有一项令人振奋的发现，位于象岗山的南越王墓，在建造楼宇、开挖地基的时候，无声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在发现的众多随葬品中，人们惊喜地看到了七弦琴的影子。我们看到这里呢，展出的就是墓中出土的一套七件的鎏金铜枕。那么这套琴枕出土的时候呢，它们是并排摆放在一起的，而且呢，这个琴枕出土的时候呢，下面还连有木胎，有丝线缠绕过的痕迹。那么推断呢，它当时就是跟这个琴连接在一块，但是因为这个琴的木胎已经朽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展出后面的这套琴呢，就是后来我们博物馆仿制的一套西汉的七弦琴。南越王虽然在地理上远离中原地区，但它却是道地的汉家文化传承。这里出土的很多与汉代宫廷相类似的编钟、编磬等乐器，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南越王墓的主人赵默是汉武帝时期人，祖籍今天河北正定，祖父赵佗当时作为秦朝将领，领命征伐南越地区，占领南越地区之后，又向秦始皇奏请迁移内地50万人，以补当初广东、广西地区人口不足。这50万人中有许多是遭贬黜的官员与商旅，可以说那个时候以汉人为核心，中原文化占据了南越主流。秦末时期，赵佗见中原大乱，于是阻断五岭，攻陷广西等地，自立为南越国。有这样的背景，参照编钟、编磬，眼前这七个琴枕应该可以代表着当时中原地区琴的主要形制。换句话讲，在汉代的时候，琴已为七弦无疑。那么在汉代的学识大家认定琴为圣人所造之前，还有什么重量级的人物标注了古琴的不凡呢？请收看第8集《世人爱琴之孔子弦歌》。